高刑警，你在当这个刑警的过程里面，应该也碰到多很多那种很爱赌的哈。真多，真多，非常的多。嘿，有的暗时咧困吼，梦到一只鸡嘛，跟你讲十号，啊，你出五号头啊，你就叫编号下去。哦，一七二五三号系统。嘿嘿嘿嘿，啊，所以有两种人的话吼，你都卡不讲个灯，你都唔好听。这种人。第一种是吸毒的人呢，吃毒的人，这我袂听的。第二种爱博爱赌成性的，真的很坏，拢袂听的。啊，你这种舌灿莲花，一个嘴拢足够讲的。啊，想尽办法一切。啊，爱博两种，一种就是一种，他就是那种，人讲的娇低了。娇低是赢唔走的，啊就赢卡成我两边那种的。赌博的人，他的心态是这样，输多赢少。有时候他赢的。一万块，他就觉得啊，不是，进来算了，想尽办法。可能他一输一坐下去输，可能是输五万、十万呢、啊。他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啊，可是那个机会永远不会给他的。你是刚才讲的漩涡哦，赌博是越卷越深，越卷越深呢、啊。一开始可能千百，你看开始剩百几啊，或者三角形金字塔哎，啊有的两百几的，我叫什么点老白，叫什么哦，反正行班路的。所以这种抓牌赚牌自己。好像自己觉得说拖动，今天问到要接到个 get 落去，因为以六合彩来讲哦，大哥你说以前是一个月两次，加上大乐透一个月变四次，起码五三九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天天有，啊对，其可能大乐透都不玩了，啊香港都没有开了，所以一个礼拜六次啊，啊六次你最少你俩可能讲，假设前几年后边就一个号码，我讲我坐车啊坐一车两千多块，啊零点一就是两百多块。所以你看起来数字不多啊，两百多那有什么？但是有的人一坐就是十车、二十车啊。你若干嘛讲，就几率一定会丢啊。这个后背我已经包就过包很久了。所以很多家里那个男生爱博啊吼，他还是两种，一种就是很极端了，就早去做兄弟做老母了。第二种是捉过来的呀，家己拍拼饲老母安尼啦。这个我来讲一下吼，我阿伯啊。我阿伯嘛爱博了，真卡人啊哈，但总是无啥钱要博，但是爱博那个事情就是上瘾了。因为阮啊，细汉的时阵敬婚呐，烟草红油啊，对红油啊，红油啊爱烘嘛。那个啊烘，甲油啊吼，打的油啊变做大的油啊，爱一礼拜，爱慢慢啊慢慢啊砍，慢慢啊砍砍树啊。砍树。但是来割，因为你啊会爱控制几多，吼啊啊。幾十分鐘都要去喝茶，幾十分鐘都要喝茶。但是要博繳的人出外面博繳，然後我就告他婚。婚後來交給我婚，那個婚酒說不夠，他的婚都是最壞的。他的婚，婚少最壞的。婚等數啦，一頂的、二頂的、三頂的。有做波，總統有做波道的那種。對，一頂的就是最貴的。他們家族都是七頂的，最壞的，烏索索的。新龙园的吼，无应该是吉祥的啦。吉祥是金蕉，也是金蕉的啦。金蕉的，所以伊收入就比较差。然后呢，伊因为暗时跋筊啊，暗时吼都爱去做禅嘛，拢看伊困伫禅头。太太不知道，太太以为他真的种田。我跟你困伫禅里，你过去听到伊的咕咕叫一声，太累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年轻的时候这样赌哦。到老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，老了还是想赌。对，那为什么说我看了也很心酸呢？就是讲，以前的时阵啊，有孙啊吼，出去等于吼阿公阿妈抓，然后阿妈中风。啊，伊就要顾阿妈，我阿伯就要顾阿妈。啊，迄个孙啊吼，差不多三四岁啊，四五岁啊，暗时要去搬。可怜的你真卡呢，像阿公阿妈阿妈中风呢，像迄个囡仔吼，甲阿公做伴娘呢，伊凊彩甲租住嘞吼，互孙阿姐，车搭嘞都，卡拉车搭嘞都要出去搬，你知道好多可怜那个孙啊，因为没有伴嘛，没有无伴吼，会惊嘛，所以甲阿公的脚迄个脚抱嘞，阿公阿公，你莫去啦，你莫去，我会惊啦，心酸哦。然后阿公脚踏车用力的踩，用力的踩，让小孩子抱不住。就真实的场面那些画面。我听到那个阿公，你别去啦！我那个心里面淌血，生六六，生六六，对，
你看赌博的人，我讲说就很都我很无情，很就很精明精明，对不对？很狠，那很自私的，卖公去跋筊，舍不得孙子在那边，对啊，对不？要求哎，那你爸爸会无情吗？会啊，怎么无情法？例如说我太太刚出生生完小孩，她也不会跟你借，不会包怎样报告啊，辛苦啊，是啥？我爸是来跟我借钱啊。哦，你甲生孙啊呢？对啊，阿姨无包红包，无包红包，伊来教我讲，哎，会使借一下六万的。正常应该是包你六万。对啊，对啊，哦好啦，没办法。你个包，你个提钱而已。啊，当然啦。其实就是那种无情，其实是说。我在离开原生家庭的时候，我问他一句：如果今天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搞到工厂，你搞到工，我会帮你还到底，我会帮我自己还到底。伊都无想讲你个有家庭，伊无在想诶啦。把你还到底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应该要留在原生家庭帮他还完。对。卖离亏。你未使含伊切割啊，对。你即马还阁继续搁啊还钱啊？对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他就会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，也该当作亲情是理所当然的。但其实我后来就想说，不对，我有自己的人生要走。那你有修一个兄弟姐妹吗？有，我两个姐姐，一个弟弟。啊，和爸爸有亲吗？其实就不亲，多么不亲，就基本上就是完全不熟。我问到诶，小孩子养培养的比较奇怪，就是都很独立。因为阮较早开泡沫红茶店，拢做个，阮北部拢做个十二点嘛。啊，早时其实看袂到人，暗时嘛看袂到人。哦，因为你做十二点，恁可能去困啊。对。啊，因下早啊，你困，恁已经去上学啊。对。啊，后来伊嘛跋筊跋筊讲，其实伊拢锁在自己的房间里面。为什么？啊，他就要钻研那个牌啊。伊拢讲伊家己是数学家嘛。伊在赌博，拢个讲个做功课，做数学功课。对，啊，我较早买股票，啊，问伊，伊讲你迄赌博，我六合彩叫投资。真的呢？哦。为什么会讲，就是完全没什么情感？因为阮拢家己大汉，阮只要有食，啊，阮卖乱就好啊，不要给他添乱就好了。所以其实后来真的都没有什么感情。那你印象中他对你们最温暖的爸爸的回忆是什么？在幼稚园，每次幼稚园下课之后，然后那时候他还在雾峰开泡沫红茶店，没有去台中做，他会骑摩托车带我去 Seven 买玩具，因为不是很穷，所以每天都买一个，那阵一百块算足济嘛，逐天买，我就觉得那个回忆在他后面抱着他的感觉很温暖，那只有那些哦、喔，公告白天温刀啊，我们家的小孩从国小。从小时候到现在，出去玩我只能数大概两三次，有回忆的公园都没有。全家对，而且只有我爸妈这样子。对，阿文全家都没人做一个低头啊。对，是哦。对啊，除了事业之外，所以你们也没有一起吃饭对不？其实吃饭很少，很少。对，只有公，阮爸后来回来补风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过去阿妈家吃饭。阿姨对亲情也是啊，就只有说吃饭这件事情，没有其他事情了。伊袂讲伫遐留咧顾阿嬷，还是顾足久的袂，伊就是食不了饭就走，因为食了饭要创啥？看开白啊！继续做数学家。对，继续做数学家。对，第二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